站上你家的顶楼，已经多久你没有这样做？还记得这支多年前的广告影片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这样约定，站上你家的顶楼，这里是我们的国家。看看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努力的成果，这里已经更民主、更自信，这里更有尊严，更被世界看见。这一刻，我们决定不停在这一刻。我们不忍心北部同胞恐惧核灾，我们不允许南部乡亲忍受南电北送的污染，我们不愿看见辛苦建立的民主秩序又陷入纷纷扰扰。我们不可以失去我们的诚信，失去与世界平起平坐的贸易与尊严。所以我们不同意伤害国际规则的反莱猪公投，我们不同意制造混乱的公投绑大选，我们不同意迁移第三天然气接收站，我们更不同意重启危险的核四。请再看一眼，这里是我们的国家。请再看一眼，这里有我们热爱的生活方式。这一刻，我们决定不停在这一刻。我们会投下四个不同意，守护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。这支影片引用了过去十年来许多广告的影像，它是我们这些年来并肩同行的共同记忆。还记得我们一起返乡投票的热情吗？故乡在召唤，责任在召唤，我们必须站出来，守护台湾前进的方向。如果我们不做决定，台湾就会被别人决定。这是关键的时刻，台湾正在前进。站上你家的顶楼，请守护台湾前进的方向，守护永续、繁荣，守护民主、自由。12月18日，我们会投下四个不同意，台湾的未来当然由我们来决定。